吃鸡不行，但是可以吃分。谢谢，想看猴哥玩扇子吧？差两个送礼人数，来点霸气。另外，我们今天双倍亲密度啊！该来把我的冒险侠了。现在冒险侠好像挺厉害的啊！来，大棒来一个。别拉！给个石头人吧。装备还行，不用大宝石。金鳞龙现在咋玩啊？会玩金鳞龙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可以学呀。哎呀，看看，看看新版金鳞龙怎么玩。这他妈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你们知道最强
九金鳞龙。这得有个 C 吧。挂五费呗，包女上羊刀打连胜，猪要不要猪？猪130，猪可以小刘，卡钱就撇。可以卖布龙的，不卖布龙，直接买布龙。这波无用大宝石给2块钱。开豆子，开呗，拿一个。这金鳞龙很简单嘛，有四费就上四费打工，没有就拉倒。有啥就合啥就完事儿了，谁二了就往上放。谁二谁上。很简单呢。
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你包女儿正义，直接给呀。我操！如果你在备战环节购买了一次商店刷新，那么携带一件金玲珑装备会战斗力加成百。如果你在备战环节购买一次商店刷新，那么携带一件会和所有金玲珑英雄下个战斗环节开始减伤伤害35%加成。三没用，怎么没用呢？这是地，让你地呢，地来了个蓝枪，让你地呢，这是薅着扔了，不要了，武器撇了。我应该把这个金鳞给包女。乌鸦有用没？也没用。35%伤害加成。一会儿把猴卖了，换一个。哎呦我操，伤害高啊。赶紧给我再来个金龙，我就起飞了。赶紧再来个金龙，快。下啊！去啊！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升。研究一下金鳞龙斩80，
再攒呢？算了，蓝枪扔了吧，不要了。蓝枪又能有什么用呢？这把拉夫放走了啊，应该上个拉夫的，我操！哎呀，算了，不重要了。刚才出去了。哎，我拉耳没拿，哎呀，有点烦。瞎指挥。拿不拿？拿索尔，可以拿呀。拿龙王，我下包女儿啊！这轮就不地了啊！升级呀、啊！要叠加。包女儿换叠加呀，也行，这三玉龙不行，不要了吧，这两个换叠加，正好这装备给叠加，行，我觉得行。完了，空大了，地下的忘地了，哎呀，有点烦，别叭叭。啊，别叭叭，有点给我整乱了。现在谁也别叭叭，从现在开始谁也别叭叭啊。地忘地了，忘地了一下，转职为什么要给叠加？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，不到啊，给都给了啊，那就这么地儿吧。
找一张金龙吧，怎么样？要个锁子甲或者是左鱼。左鱼没人要啊。我递了，我递了一下啊，我递过了。别叭叭了，我都他妈递完了还让我递。看来我们只能七金鳞龙了，对吧？九金鳞应该是够呛。这个装备我觉得还行，就是这个鬼书没什么用，除了鬼书没用，其他都还好，我就可以要。最后一轮吧，最后一轮上营口。两件装备没人给呀。狗头应该不要哈，算了，留一张吧，万一一会儿有九金鳞呢。30多块钱差不多，可以。
锁给啥装备？亚索人呢？我是不是应该把金鳞转给亚索？你们觉得呢？还有什么五费卡呀？他给吧，我觉得给谁我们也都无敌了，瞎他妈给得了，不是很重要啊。游戏结束了，我都无敌了呀。没不知道拿什么，随便拿了。贾克斯不要上护卫啊。行，四护卫，行。这波居然没打赢，我不能理解。现在只有亚索一个主 C， 好像确实是不行。幻龙啊，幻四龙可以，看有没有钱呢，哥，这咋又是 EZ 呢？有这么多 EZ 吗？
这俩留着，这个留着，换两条龙。法爆大天使，我闻到恐惧。巴德金鳞下了，法爆给你，大天使给你，救赎给你，冰甲给你，你给我下了，你往上上。完了，上只狗熊 ，ID。金鳞转给一个，水书给你，水银给你，大宝石给你，奶妈扔了，这个扔了，这个扔了，搞个两星无敌了。我操，真不容易。他妈装备真多呀！我操！两星来一个，全二了吧？就差你俩了。一个二，一个都不二，这太美了。有点过分了，我操！他妈30块钱没提升，哎呀，有点烦。他没钱了，给我弟弟还。我就第一下吧，再来一下。哎，很讨厌啊，怎么不来呀、啊？妈了个蛋的，我还能撇了？撇一张，反正现在也没有，撇一张。不锁了，我血有点少，不敢锁，算了，搞个两星得了。你还能尿出来了吗？啊、哦、他妈游戏打完都没尿出来呀、啊！大哥呀，你尿的太慢了吧？没钱没攻速，哎，主要是那个30块钱没啥也没提升，你知道吧？那30块钱龙女跟那敖星随便来一张啊，搞个两星我就无敌了。搞两星我攒点钱，全二十个金没啥问题，没尿出来。